另外，疾管署召开专家会议，初步规划放宽猴痘个案的隔离标准，有医疗照护需求才需要住院隔离。如果家中条件合适，原则上可以返家自我照护。不过，疾管署还是要跟地方卫生局来开会，讨论详细的配套措施。皮肤科医师更是提醒大家，猴痘的个案在结痂掉落前都具有传染力，和确诊者在近距离2公尺内接触超过3小时，就具有高度传染风险。未来居家照护政策如果上路，确诊者应该要确实避免跟家人接触。密密麻麻长满水泡，猴痘病毒在社区出现零星个案。疾管署调查，有猴痘确诊者最长被隔离37天，需待结痂皮脱落后不具传染力才可出院。有患者表示隔离到崩溃，因此疾管署召开专家会议，要调整猴痘隔离政策。一般的生活当中或工作上面的接触，相对的这个传染风险是极低。又参考了其他国家的一些个案处置哈，特别都是在家里面可以进行自我照护的这样的模式。专家会议初步规划，猴痘疑似个案裁检完可返家等待通知，无需待在医院隔离。未来猴痘确诊者如果住家条件合适，可返家采取自我照护到结痂脱落，经医师评估有医疗照护需求才需住院隔离。不过台湾皮肤科医学会发言人黄玉慧提醒，猴痘患者在结痂期仍有传染风险，也就是说和猴痘确诊者距离2公尺以内接触超过3个小时就有高度风险。要等到这个新的皮都长出来之后呢，才能是确定没有传染力。如果居家的环境不适合，比如说家里有很多人必须要共餐共用浴室，那还是可以来医院隔离。实施日期还要再跟卫生局讨论之后，整体的配套都研拟完成之后才会公布来进行。猴痘会借由接触和飞沫传染，未来确诊者在家中自我照护，如何避免传染给同住家人，以及是否监测确诊者行踪，该如何监测，相关防疫措施还有待规划。疾管署将会同地方卫生局开会讨论详细配套后，才会进一步调整隔离措施。记者杨祥云、胡伟伦台北采访报道。